塞阿古里达格米达，苏米纳大学古希尼，跟今年吉顺哈原住民当代艺术中心，德鲁伊达斯，德学家，穆里马伊达斯，恩布萨穆布塞巴斯，马哈索伊古里昂格格雷根汉达格米达，跟那个写点，阿多布内亚格鲁蒙格鲁鲁昂达哈，米阿斯马鲁格那马姆朱格达哈多里，马马鲁里昂格丹，阿多尼昂格根杜桑尼达写点，马尼昂格那索盖亚多里，马。support sebelum dah kemita so ita Taiwan ini so senalu dah kan so kaya mama lori yang ketan mana kanak ali nama dia masa kemita. Sangat kuat cuy so sih dia senalu dah kaya hendak pergi dah kan sih dia dia so juga dah penyah lulungan dah senalu dah kaya ikurung ke kerjaan dah dia ka.原名当代艺术殿堂，噶咪那大河谷原住民当代艺术中心，你看马汉金安跟那写点，咪阿斯马路个个呀，马马路用个单独哩，喊他不给啦跟那写点，所以咪那台湾迄呢，马路用个个呀哒。进出出这么多部落里面，发现这么多美好的艺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事情，让。原住民的美好的文化透过艺术的表达推广到国际。没有多么多咖喱。所以，在台湾这里，马路里用盖盖亚路丹的自备药度里，马汉的哈斯马路，乌黑湾的咖喱汉的哈米亚姆林哦，阿西纳斯波的斯纳路的哈格亚，汉的哈布吉拉甘纳根杜山一大写的。嘛，我们本岛的这一座山，这个海有密码，而且一直以来。都存在，那我们也一直在设法把这样的密码把它释放出来，为这块土地发扬哈，为这块土地的美能够再把它提炼出来。这张作品的主题叫做怀念躺在石板的日子。我这样呈现，主要就是说让外界的朋友们知道，其实我们山林的动物呢，尤其是云豹。它是已经绝种的一个动物，我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哈，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哈，曾经有这么一只很美丽的一个动物。伊古隆斯纳鲁的哈格亚，马尼甘马汉金安伊尼本蒂纳根杜山的哈，马伊尼本蒂纳嘎嘎亚杜里，所以那登布苏的黑人尼，所以他写的梅阿斯马鲁格亚，本尼亚格纳所鲁隆安的哈，伊万那会便宜。